哎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可不是30万了，是50万。你，哎呀，行了，你别在这儿演戏了啊！我们清楚的很，今天你不给钱，一会儿恐怕我们都找不到你呢。我们刚才在外面可都看到了，哎呦，那收礼金的，你这个收的不要太多。你看看，你看看你这啊，还有你这耳环，你会没有钱，你会没有钱骗谁啊你？就是，你让我拆那些礼金给你凑钱啊？ 那些钱每一笔都是清晰入账的，你们以为我能动得了？这有什么不能动的？从小到大你们给过我什么，就连我费尽心力得到的，你们都要来回。好，我告诉你们，要钱，没有，把我逼急了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哎呀，还鱼死网破呢？你倒说说看，你怎么个鱼？怎么个网破？我看看你怎么弄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可以走了吧？哎，你们服务员来干什么？ 这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赶紧干活去。你谁呀？我是他父亲。哎呦，我头子啊！难怪儿子他不让我们来参加婚礼，儿子说的真对啊，以后就没有我们什么事儿了呀。你是他父亲了，我是你爷爷。哎，别打了！别吵我！干什么你？给我打了！你打！